各位朋友好，今天是刘卫华大师珍藏刮胡瓷器的第138集，也就是第138讲。今天依然给各位介绍一件元青花，元青花的壶。它的名称应该给它这样的一个名称，元青花，折枝梅花。三系竹节柄三系壶，元青花，折枝梅花，就折枝梅，竹节柄三系壶。好，我们打个灯，灯光一打就显得精神奕奕啊，哈哈啊，在这样就像大太阳底下的蓝天白云那种感觉，非常的舒服。对，这是蒙元帝国草原民族喜欢用的颜色，更是伊斯兰世界回教国家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喜好也好，宗教上的信仰也好。你看回教的寺庙的穹顶都是什么，像青花一样的蓝，湛蓝的颜色，蓝跟白之间的这种，这英文叫 blue and white， 就是我们讲的青花瓷 blue and white， 就是伊斯兰国度里面最高的一种美学的品味，也是它的文化的一种极致的表现，也是他宗教上的这种信仰，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在元青花一直到明代的青花瓷，甚至于到了清代康熙，华夏文明的青花瓷无远佛界，从中原透过丝路到中亚西亚，再往西到了欧洲，哇，那不得了。我们那时候住欧洲的时候，几乎有叫得出名字的古堡我们都去参观过，没有一个古堡没有青花瓷，各位就能够理解青花瓷的这种重要性。好，我再用弱一点的光给各位照一下，不要这么扎眼啊，我们适度就好，跟各位转一下，不同角度啊，还有一种不同的审美的情趣，很可爱的这么一个三系壶，很可爱。哎，流口对着我们，它的流跟它的柄很漂亮，加上中间的器身就像一个小罐子，收口的一个小罐子，特别美丽。它上面的纹饰主要画的是肩弓带血的这个什么梅花，折枝梅，而且运笔之流畅很自然，完全符合元青花的这种自然，这种豪迈啊，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壶上，
都看得到袁金花的这种豪迈，袁金花的这种热情洋溢跟放荡不羁啊，蒙元帝国。所以袁金花为什么让人这么喜欢的道理，是有他的理由的。好，我们走近了，站着说话会腰疼啊。各位再看看他腰身这一带，一个玉腰带一样，这就是接胎痕。这就接太阳，光线一打，我离这么远都可以看得到，看得到是看得到，它看起来却不难看，哈哈，却不难看。我们大白话讲，看得到它的接太阳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么一件。袁金花的袁金花折枝梅花竹节笔三个系三系壶盖子呢？盖子没有了，在我们30多年前收的，就这样了，盖子没了。那本来应该有个盖子。慢慢转一圈，给各位看一看。不晓得这样会不会反光？有的人说我这样照啊，角度有的时候不对的时候会反光。不过没关系，细节照片呢，你可以点我的脸书的连结，可以看到我的细节的照片。今天 YouTube 上有朋友在问，我就说你去看。你就点连结刘卫华的脸书，上面都有细节照片。你看这边还有说右点，给各位看啊，说右点不止一个啊，那个是比较明显，在他的什么竹节笔的旁边说右点，这那时候的工艺都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呈现，自然的一种表现，反而显得他的真实，一种缺陷美。我最欣赏的除了他的器型之外，他的这个画风啊，流畅，一点都不拖泥带水，流畅而画起来好看真实，甚至于感觉到就像是左手画出来一样。因为我们讲的常说用左手笔法，什么叫左手笔法？因为你惯用右手的人，左手有一种说法，当然这个不是好事情的啊，我跟各位讲，有一种说法，自杀啊，抹脖子，以前黄埔啊，这前六期，毕业都发的黄埔的什么刺刀，那个时候的刀啊，制作并不是很严谨，可是却配一把精神的标志，是代表黄埔的荣誉。而且那时候抗日，80年抗日战争的时候，焦土抗战，可以想见得到那是物资的缺乏。那把短剑除了代表 honor 代表荣誉之外，还有重要的，万一被敌军俘虏，要自刎、自裁。那自裁呢？大家想有一种说法啊，我不是说绝对，有一种说法。真的要制裁的右手啊，你右手的精准度比较高。你看我们惯用右手的拉小提琴，都是拿弓的那个手，那弓的角度跟力度影响到音准跟出来的音色跟音质，要非常的细腻。那左手呢，只能控制它的按弦。左手的灵活度有限，当然惯用左手的小提琴要用反手小提琴，吉他也是一样，用反手吉他。人生走到最所谓的忠贞呢、啊，我们以前的教育，忠贞、清白、勇敢、智慧。那个忠贞就跟你讲了，必要的时候要给你制裁，制裁的时候。有一种说法，要用左手制裁，因为左手是有去无回，
右手人都是这样啊，见血或者是什么遇到生命节点的时候会心软，可是左手当你脑筋大脑下了指令下定决心之后，左手就有去无回，噗嗤一下什么就精忠报国了，就壮烈成人了。开玩笑讲到这里，当然不鼓励啊，这个制裁，真正下定决心报效国家要做什么。袁清花，我带到袁清花，大概没有人用这种形容词，我来这些只有最多香港的那个歹楼那个翟建民，他从小玩瓷器，跟着学徒出身的，还没读多少书，跟那个马未都一样，可越是这种人他的实战经验越丰富。他就说过袁清花的画风啊，感觉上很像用左手画出来的，所以有那种什么呀，有去无回的那个笔法，很果断的这种笔法。你看过人家左手写字的人们，左手画画的人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哟，很美的。我就用左手画画跟左手写字，除了写出来的字画出来的画美，它本身在过程中就很美。人要懂得欣赏，不要光只顾着欣赏自己，你要对周遭的事物也要懂。欣赏就是袁清花给人的感觉，那不见得是绝对左手画的，但他的结果是有左手画出来的那种果决感的果断潇洒，就跟壮烈成人的时候是吧，要用左手，右手是什么，哎呀一痛了之后就收手，做的真的决绝的时候要左手，因为左手不听使唤，一家伙下去就壮烈成人。好，这是不伦不类的比拟，但是确实很贴切。而袁清华，这你各位鉴定袁清华，你又多了一层什么那种看他的画风，看他的风格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主题，我为什么昨天介绍那大罐子，那大罐子上完课了之后，我的小孙女啊，她正好暑假在我们家，在旁边听到，哦，哎呀，这个大罐子这么值钱呢、啊？我说你才知道，值钱。但是我们不卖，之前也不卖。那大罐子上代表的袁清花官窑中的什么？号称为有人说袁清花没有官窑，但有的专家又说袁清花有官窑。我就是假设有官窑的情况之下，那个肯定就是官窑。除了有香港歹楼背书说的有札宝纹的是官窑，它整体的风格，它的绘画把人物的表情眼神刻画到那么细腻，而且人物是最难画的。我们鬼谷子下山大观，你算算他的人物不到六个人吧，我们那个观上六个人，而每一个人的表情眼神，先不要讲他的动态行坐卧立，光看他脸部的表情无出其右，光这一点就够。袁清花最有名的卖的最贵的鬼谷子下山强调的就是人物故事，人物其他的不管鱼藻纹的也好都没有鬼谷下山，那我讲现实一点，没有他的2.3亿的人民币的价值。我们从价钱来看的话，还要从一般的认知人物之间来画，六个人物完全不同的表情，哪怕小童子的那种表情，有的骄傲，有的是什么学音乐的，比较什么学音乐的小孩比较善良。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，还有那种傲骨嶙峋的啊，那傲气凌人的那种眼神，还有那个温和的温温的老实人啊，那个小童子3岁看到了。再说他们的主人哦，那个眼神啊，那欣赏自己喜欢，你看林和靖看他的什么梅妻鹤子的时候，那种陶醉，
王羲之赏兰，看他的兰花的那种什么，那种爱的眼神，那种关爱的眼神，周敦颐《爱莲说》的作者周敦颐，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啊，那种圣洁的表情，看那个莲花都耀然于什么瓷器之上，光这点就够了。所以说那个可以真的可以当做一个传家宝，而且那个又光又水之滋润肥厚，看起来摸起来抱起来都很舒服，哈哈。所以我今天见到另外一件酒器，也是差不多年代那时候收的，可是在不同一家。那个是跟一个中年美女收的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30年前。这个呢跟一个八尺将军收的，年代前后差个大概一两年，就最多两三年吧，跟一个八尺将军收的。那个八尺将军呢，说卖瓷器，哎，他还卖古董家具，很实在的一个人，也不会唱高调的人。哎，我一看，对了，这就对了，不但对，而且他是故宫，我们台北故宫前一阵子办的那个什么世余新展览，就办了永乐瓷器展，最傲人的，除了那三件大器，天球瓶啊，那个紫锦大扁瓶的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一件是什么啊？扁壶。除了三件大器之外，最引人侧目的，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竹节瓶，而且包括策展那个黄小姐都一直强调，现在 GUCCI 的经典名牌包有那个竹节瓶的包，她就怀疑是二战的时候，那时候讲起来是二战。皮件都被什么征收给国家去做皮大皮靴，做腰带，去做什么军事用途，所以资源匮乏的情况之下，不得已而什么用的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竹子，作为女士经典包包的提笔，哎，没想到大受欢迎，反而大受欢迎，以后变成经典。伊丽莎白·泰勒也好，英格丽·褒曼也好，这些大明星每个人人手一只经典包 GUCCI。 他的说法就笑笑讲，怀疑就是来，他灵感就来自于永乐青花瓷或者永乐甜白釉。台北故宫有一件永乐甜白的，有一件永乐青花的凤纹的，还有一件甜白的竹节瓶壶，当然比这个大。我有没有？哎，我也有永乐青花，但是我特别先拿出来一件元代的，而比较小，规模比较小，但是它却是源头。那竹节瓶的壶，人家没看到这个之前，都以为永乐就是竹节瓶壶的至尊。从他开始，其实不是，从他发扬光大，应该这样讲，源头是元青花，我们这件就是元青花。我跟各位讲，还有一个故宫把它定位成茶壶，叉叉，我给它打个大叉叉，大叉叉，什么是茶壶呢？它就是酒壶。我跟各位讲为什么，我就拿它喝过酒，我就不服气啊！我试图拿它来验证到底是茶壶酒壶，也泡茶也泡酒，这个泡茶啊行不通。我们都玩宜兴壶啊，我们玩了几十年的宜兴壶，大家知道吗？你泡茶，那明代之前，但明代之前。那时候用的是大茶碗，那时候用的建阳窑的或者是什么，甚至引进的茶盏，
还是现在卖特别贵、特别被炒作的，现在是什么钧窑的泡泡盏，那都是喝茶的。但是宋代喝茶，它是用豆茶，它是用煮茶，跟我们现在的泡茶，我们现在泡茶从明代，从朱元璋、明永乐才开始，正是他颁布于他以后不做团茶，他认为团茶太费事，费时耗工，劳民伤财，以后全部都喝散茶，我们现在才泡这个茶，不管你什么茶也好，它一个先决条件，它的口要够大，因为茶入茶容易出茶难，入茶的时候茶是搓成一小小根小根的放进去没有问题，好，那泡完了之后你喝了一天茶，你要清的时候你怎么掏出来，所以那些人都是没有实战经验，他把它定位成茶壶。我为什么刚开始我不讲是茶壶或者酒壶，我就留一个伏笔，我讲三系壶，就是酒壶，我把它拿来喝过什么高粱酒，而且好用的，高粱酒倒进去摆了15分钟给它醒一下再喝，哎，就有陈高的味道，嘿嘿，你相不相信？我有两把壶，一把是这种瓷胎的，还有一把是石头壶，然后那个是高壶，那个是竹叶石，有些的竹叶石更明显，倒进去一般的高粱啊，15分钟后再倒出来喝起来就陈高，因为我们爱喝酒的高粱陈高我没喝就知道，所以啊各种滋味啊，哎，所以收藏是一种乐趣，收藏是一种情怀，收藏有的时候也可以结合着生活啊玩耍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我随身都带着，我最近夏天这么热，今天夏天的暴热，我就喜欢带一个什么荔枝，这叫做荔枝肉的什么荔枝肉的玉山子，玉枝肉的玉山子，和田白玉，你看就像个荔枝一样，荔枝肉，它的主题呢松树下，这也是松树下，两边主题都是山子，人在山中好修行，我讲的太上隐者那种道家的诗，那唐诗，偶来松树下，高枕石头眠，岁寒山中无立日，岁寒不知年，山中无立日，山中无岁月，你好修行啊，自在放松一点，让自己的心境啊，让自己的体感温度下降，外面温度我控制不了，我控制我的体感温度，我把我内在让自己定下来。还有一些看到现在纷纷扰扰的这些事情啊，看到烦心，看到揪心，但让自己定下来，只有用太上隐者的这首什么诗，偶来松树下，很简单的诗词也简，意境也简，场景也简单，偶来松树下，高枕石头眠，山中无立日，我也不要看日历了，岁寒不知年，我过我自己的就好，快乐就好，简单快乐，降低欲望，你自然的体感温度就会下降。然后我拿着喝酒啊，倒个八分满，大概倒到他的肩部悬纹这里的满入，出水顺得很，就那高粱的那小杯子，说第一杯我跟各位讲，人家说第一杯要慢慢品的，喝红酒，有好的红酒慢慢品，舌尖上品味的，我讲喝高粱，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喉韵，第一杯咕就把它干下去，自己对自己嘛，独饮，是吧？感情深，一口闷，
这个菜哇，这很舒服。第二杯再慢慢喝，爽快。喝了这一壶，就哎呦，微醺的感觉，不会醉，不会醉，以我们的酒量不会醉，但会有微微醺醺的这种感觉。那时候诗词歌赋啊，哎呀，那时候一片畅达。好，我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，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他这个竹节饼除了美丽，除了带动现在 GUCCI 的经典名牌包，名牌大精品，有钱不见得买得到之外，还有他为什么把这个竹节摆在这边，除了美学之外，它还有它的意义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？先给我猜个十秒钟。它意义在哪里？给我想一下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？对了，有人猜到了，它意义在《易经》的第六十卦，《易经》是我们中国人的六经之首，有人说五经之首。最贴近我们的生活而不自知，除了易经的学者知道，教易经的知道，玩易经的知道，孔老夫子的五十而学易啊，可以什么无过，孔老夫子感叹自己易经学得太晚，每天呢抱着易经死啃，把书都读坏了，叫做伪编三绝，就读易经。易经太精彩了，你20岁的时候不喜欢易经，不见得一辈子不喜欢易经。你30岁的时候不喜欢易经，不代表你30岁；你40岁还读不通易经，不代表一辈子。孔老夫子到50岁知天命的年了才读通易经，而且易经写了十传，包括跟我们结卦有关系的，也跟我们情报工作有关系的，还做人的人品，我们中国人讲的君子一言啊，驷马难追，君子慎言，讲孔老夫子讲系辞传讲讲言语以为戒，这个是什么？祸福都是因为言语造成，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，君不命，现在领导阶层最高的国家领导人，君不命则失臣，臣不命则失身，再讲事情的本身，机事不命则害臣。我们看二战的时候大和号这么样有力的一个战舰就被摧毁了，356大将也就什么沉于海底，所以是大和号为什么，就是译文被破译，就是不机密，造成了战争的一个大的一个扭转，战争的大的扭转。所以我们从研究战史的人，研究历史的人都看得出来前车之鉴。孔老夫子在易经系辞传他写的，他50岁才读易经的，50岁以后，对，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机事不密则害臣。所以人的口风要紧，多看多听少说。我们玩瓷器也是这样的，很沉稳的人，他往往他都能够出师，他将来都可以当老师，甚至于当大师。那些半瓶子出烂逛荡，到处给他留言，这假的，那个看假，那个看心，这，我都对这个人，我不去批评他，我那看了我就笑一笑。
会心一笑，有些或许他讲对了，但有很多地方讲的是，甚至于即便对，你也要用正确的一种表述的方式，或者在正式表述的一些场合上，而不是随随便便啊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，要沉得住气，人要那么虚怀若谷，你才能够怎么壮大自己。你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，就在泄气了。就像我们讲的，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机事不密则害臣，你永远什么当不了大咖。有很多领导人，重要职务上的领导人，他可以带着秘密进棺材，令人佩服啊！从古到今呢、啊，不乏其人，很多事情你不知道。我们谦虚一点，我们对人保持的什么三分的这种尊重啊？好，我们讲系辞传，我们再拉高一点讲，讲易经本身，易经64卦里面第60卦讲叫节卦，水则节，是吧？泽上有水，要什么？哎，要保持它的相对平衡。就像我家里面养鱼，我养了几十年的鱼，养鱼的鱼池地下要有排水孔，大家晓得啊，一定要，要不然水怎么排？大家可是往往忽略到一个，还有一个上面还要有一个口，叫做天排，就跟石门水库，大的石门水库它也要有警戒线，超过警戒线它的水它要释放，要泄洪，有地排有天排，道理就在这里。那这个竹节摆在这边，意思就像节，节者什么？杂瓜这样的，节者止也，人适度。这个当酒壶，我们饮酒适度就好。所以我们那个彖传上讲，节以制度，是吧？君子以制数度易德行，君子以制数度易德行。让大家啊，像大象上也讲，为什么节制要建立制度的节制，而不是随你个人的喜好。今天我心情好，我这样的；明天心情不好，这一个国家或者这个团体就会乱。你制数度，制就是制度的制，但制数度就是来做节制的。这个制度啊，易德行，而不伤财不劳民，节以制度，不伤财不劳民，而又不可以什么节卦的水泽节，节卦的卦辞第一句话就跟我们讲，苦节不可争，节制啊，不可过度。你过度的节制之后啊，一滩死水，而且有朝一日它会爆裂出来。就跟我们当初受军训的时候，年轻力壮的时候，满身的活力，每天跟你苦操苦练，可到了假日要让你放个假，这个就是一个什么？我们59卦跟60卦两个相中的卦，一个换卦一个节卦，换就是放松，让你们出去给你放容一下，放出去，节卦就来你要什么收假，收假通常我们半夜都会紧急集合，有个收心操，那就是用节卦的这种精神，换就是让你什么，就像船，古人的坐船呢、啊，远渡重洋去弘道也好，去济世也好，去谋生也好，就叫你要不要一家人啊，我看过那个有时候朋友邻居有帮他讲，
一家人妈穷穷在一起，什么事情都就死绑在一起，我限制你，你限制我，就没有演技。你要什么？穷则变，变则通嘛。你要向外去发展，要打破你现在的既有的这种窘境跟这种什么是窘，就困在里面叫做窘。出去那就叫涣，涣散的涣，我们就那话第五十九，风水涣，风水涣也就是我们易经讲的那个传播的发明。风，风巽木又为风，对吧？下面是水，水上面有木，木就是船，在乘风而去，所以这是船舶的发明。当然，原文讲的很多，我们就不用再这枯木为舟，什么有木，以木为籍，就这样念的啊，远出去，不要困在鱼。他出去久了，落叶要懂得归根，就接着就是解卦，解卦就收心，叫根控制。那控制又不肯过头，过头叫枯竭也不肯生。各位要了解，它的这个竹节笔，它有形式上、美学上的意义，艺术美学上的意义，它也有精神层面、文化层面，甚至于哲学层面、人生哲学。哲学层面的这种什么意涵在里面，所以他这样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觉得哎更美丽了。啊，一般侍女过去那个金莲包，它同样的道理啊，它里面虽然不装酒，它不放水，它跟你讲经典也好，名品也好，那是代表一种奢华。而忘掉了实用的功能，他把你拉到从那个一个什么浮华面，说的要给你一种什么炫耀面，一种华丽面，给你拉回到现实，让你 practical， 让你比较务实的知道这是一个包包，你不能把它无限的去上纲。所以人要有天，也要有地呀、啊，你不要光在那漫无目标的时候。把自己吹捧，人就是这样，有了名字，不管大明星，像现在这个，歌唱界的大明星，他为什么让人这么喜欢他？他除了有名、有历史、有才艺，什么都有了，这有全世界的几十亿的粉丝之外，很重要的一点，泰勒，我讲的小泰勒是。Taylor Swift， 他的英文名字全名 Taylor Swift， 为什么呢？他就有那种跟那个 Swift 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他随时很谦逊，遇到一个小 baby 他会去抱一抱，遇到一个崇拜他的那个 teenager， 他会把他身上的装备，他能给的他就给人家，赚了钱之后哪里需要什么救助，马上去捐助。有人为了看他的表演而受伤或者生病，他亲自去慰问。这种就是我们这种节卦的精神。除了名利双收，你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明星 ，a star 中的 star， 但是发挥到我们这个节卦的精神，为什么这么受到人家的喜欢？道理就在这里。好。它每一个走笔之处都非常的漂亮，看起来小不叮咚啊，有那种小中小气大样的感觉，造就了后来的永乐的酒壶，竹节笔的酒壶，也说不定啊，我讲说不定也造就了二战以来的GUCCI的经典竹节笔包包，而。叹其源头来自于我们易经的第六十卦的节卦，做人要不要懂得节制？节卦之前的五十九卦是涣卦，你该出去打拼的时候要出去打拼，该出去外放外派的时候出去外派，
可是外派之后逢场作戏的事情过了之后，你不要忘记你的初心，回到你的初心。我们讲的地雷赋啊，地雷赋的初爻那个卦的初心，也是我们三雷一卦的那个什么地爻的那个初心。不要忘记你当初的这种信仰，这个是很重要提醒啊！给各位再简单照一下，我们就可以休息啊。这是很弱的光，也给各位是，不要老是用强光来炫各位啊。我们有很弱的光，那他这个太阳没有我昨天讲那个大官窑的元青光那么的厚的釉，还有。近距离看还有些缩幼点，可是这就是袁庆华所真实的呈现在眼前，他绝不是像某些鉴定什么什么画收藏的啊，每一个拿出来一个笔来比，下次他再一直比了，不是这样子。鉴定东西啊，你还是要有点深度啊，不能怪不得被人家骂是小学程度，就是小学程度，其实那比对不对，某些时候可以，但不能所有东西我全部全天下的，你即便同一个年代，我就比例嘛。大明宣德年1433年，这大明会典明文记载了，光宣德八年1433年，宣德皇帝就下谕旨，龙凤纹的瓷器一年里面要烧到44万3500件，对，44万3500件。啊，跟他讲，哎呦，这个角度弯的，还需要人家是有工具的，统一工具。什么叫统一工具？你一个同一个年代的东西，同一年呢，同一年，同一个皇帝，同一年都，你去照你的方式做的话，都要被杀头的，你赶不出来这些货。所以人呢，脑筋真的要灵活。有的人是讲我们看人像学的，就是有时候有的人是比较规矩，他比较矮板，不是一无可取，我们没有说不是一无可取，要讲取其长而避其短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要能够取其长而避其短。好，拿下给各位看一看，我看给各位看看底部哈。啊，看他的有一处小占右啊，其他的就带一点点什么肉色的这种胎，这种麻上土摸起来非常的细嫩啊，这种麻上土标准的麻上土，他为什么在他的这个什么浅宽圈足啊里面这边都没有用，因为有右不行，有右会占右，他有右他也会把它刮掉。那时候用胶釉的，说底部有釉是正常，底部没有釉也是正常，这不能作为鉴定上的一个啊。你知道你要会看它的胎，它的这个胎是纯粹人工胎，粗细都有，那种很自然，不像现在什么像和泥机用机器打的那个，每一个颗粒每一个好像都是经过筛子筛过一样的，那统一规格的那一看就。那就不对，那种球泥机打出来的跟纯粹手工做的那是完全是不一样。好，再给各位看看摆近一点看好啊，摆近一点尽我可能了，然后你就鼓励大家要想深入一点了解，就点我刘卫华的脸书连结，里面有细节照片，你没有这个功夫的没关系，粗略的这样听一听也是不错的。你要细一步的研究，我们就可以什么有细一步的研究，也欢迎你进来探索。你只要很懂礼貌的跟我请教事情，我一定很礼貌的回应你。这个我们中国人不管做任何事情，哪怕什么
上擂台也好，他懂得什么？一让而生，退而已，其争也君子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可以荣获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你要尊重别人的意见的情况之下，你再畅谈你自己的意见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好吧。大夏天给各位这么个壶，我们中国人喜欢壶啊，不管是什么壶，代表福禄，打牌壶牌是都代表一种什么，一种吉祥好的意头，而且壶不管是喝水需要壶，饮酒需要壶，喝茶需要壶，壶同时也代表一种品味。更往深层讲，就是我们讲的易经的这种节卦的这种精神，要懂得节制。做人哪怕你名气到了什么小泰勒斯那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，他依然不忘初心，这个节卦他懂得自我节制，所以前途无可限量，前途无可限量，这是我们一种感受。我们尤其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回头看，哎，很多事情再加上你个人具有的智慧经历加智慧，所以看什么事情是非常的清晰而明朗。我们今天这个竹节饼的壶，在永乐一朝经过了发扬光大，在了精品名牌包 Gucci 发扬光大，甚至于在小泰勒斯我们身上隐约看到这种什么节卦的这种影子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美学，是一种修养，更是一种内心的一种什么宁静啊！我带着这个什么玉山子同样的道理，让自己有一块什么方寸之地啊，要能够有一块清净的方寸之地，不要随着群魔乱舞。就可以什么永远的享受地球，永远享受的这种自由，永远的享受的这种甜蜜快乐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谢谢。